个中出现的游戏。吃我一飞剑，嘿嘿，吃我一飞酒。OK， 屋里没人，我道圣可不是浪得虚名的，我有轻功飞到你屋里。哎喂，你好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我看一个桶跳街舞看了一下午，他的地板动作确实有点东西，至少有练习了两年半。说出来你们可能更不信，最后我被这只桶给揍了。哎呦，嘿，干什么呢？你别动，伙计，我们是一个团队的，要讲究团队合作。我们现在这招叫做齐头并进，果然团队合作瞬间轻松了很多。你说呢，伙计？你是轻松了，我受得了吗？年轻人吃点苦怕什么呢？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你看我现在不就是人上人了吗？爸爸，我要上网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要上网，我要上网吗？我不管，我就要上网。来，你过来，雷公助我。还上网吗？不上了。嘿，伙计，搭个便车好吗？不行，兄弟，车里满了，坐不下了。我信你个鬼，你不停下来我就开枪了。哦，我的上帝啊，兄弟们下车。好给他信了，几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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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给你说了坐满了，看我一车面包人。哦，我服了，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快的男人，我的车速无人能及，不论是对手还是警察都只有我的三哥之国，赛车手的噩梦。别闹了，动手是不是？哎呀，说我猴是吧？你等着，大哥，就是他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就比如今天，小伙子骑的什么马呀？这么明显的看不出来吗？当然是河马了。你喜欢河马吗？我。嘿，老哥，我家今天吃素，跟你借点饺子。进来吧。有长颈鹿馅的吗？是个好地方啊。不好意思，我脚一滑没忍住跳了支舞，你猜猜这是什么舞？ OK， 是不是二百五？